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自己的声望台，香小影。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这个游戏。我先把这张图先逛一逛，然后我们就很认真的去找风向标。这个风向标已经找三天了呀。我们之前这个，他家这里，我们应该是有一个后面好像一个宝箱还没有拿到，因为找不到路，不知道去哪里拿。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经过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拿到一个新的跳跃动作以后，我们来试试看有没有办法，拿到那个。看起来有点难，我觉得可能还是拿不到。这里能跳过去吗？有点不靠谱。这边又上不去，还是这边可以有个什么能够炸开的吗？找一下，那不行，那不行的话，那他说这是这世界最后的一棵树。他在这里待了这么久，一切都还有希望，什么意思呢？也许没有什么意思，他就只是一个炸一个，没有用。好吧，什么我没喂过？你说 Google 吗？昨天太赶啦，没有时间啊。我昨天那个来着，关完游戏之后不是马上就开游戏了吗？然后玩完那个 3D 的以后我就崩溃啦。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是风向标这种东西，我觉得我应该还是到前面那个有房子的岛去看一下。我真的觉得我应该是在那个岛上找，因为风向标这种东西，不管从什么角度看，他都应该是站在别人的屋顶上的。我们先把这座岛上，哦，砸到一只无辜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哎呦，他想咬我呀！坏了！这里有三个出入口，出入口一号。哎，对！哎，这个出入口就是有宝箱的出入口哎，但是俺发现俺下不去，这是什么道理？哇嘞，我下不去是怎么回事呀？我下不去耶，怎么办？
放一颗石头炸炸看，再放一颗炸弹炸炸看。木有反应，这样。哎呀，姐炸出了一条路。好，但是这个不急，这个我们等下出来的时候再拿。我们先再看一下别的路段。我记得这边跳下去是从旁边那里出来，根据我的印象是这样子。上一次我们应该是跳过，那这边我就不再走。我找找看有没有路可以绕到那个，绕到那个他家楼上去，去拿他们家二楼的那个箱子。这就不知道要怎么绕，感觉越走越远就越不像啊。旁边有一个这个，炸炸看。啊？那躲在这边是什么意思呢？他躲在里面是什么意思？啊？还是说我要从这边硬是靠丢，把炸弹丢进去？啊？哦，有一条路。啊，哒哒哒哒！好吧，而且好像上不去了。我们去找刚刚拿到的、刚刚炸出来的那条路吧。好像只能跟这家伟面对面。好痛！哦，显示我接近了一个，显示我接近了一个橘色的，在哪？没看到啊。咦，在哪里呢？我没看到啊。里面吗？没有啊。炸炸炸炸！真的没有，丢一个，嗯，没有，底下呢？过去好，嘣！哎呀，好痛，好痛，好痛！顺道解了一个成就。这边换鞋子，
奇怪了，我怎么走着走着，找到，嘿嘿，宝箱。哎呀，只是个钱而已。现在俺其实是不差钱的。这边看看能不能炸。哎，奇怪，那我这样跑，我只看到两个橘色的宝石。到这里来，我觉得应该很在这里。我们这一次很仔细的确认我们每一栋房子的屋顶、屋前，应该是屋顶。哒哒哒哒哒。不然我就真的只能试试看用钓鱼的把东西钓出来了。好，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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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这边有一个成就是在店里面花2000块。You know, this was the life I always imagined for myself.There's no time to rest, though. I'll just ask for directions and move along. 我可以去店里面花个2000块。可是要买什么呢？哦，这个是再活一次。这个是魔用光的时候会补一次。这个是炸弹自动补满。哎，甘蔗全买了，好。这样我全部买完有没有2000啊？还是没有，对不对？那这个蜂蜜我就不用买了，要蜂蜜干嘛呢？哎，等一下，哈哈，我看到了一个风向标，哎呀，我找到了，混蛋，居然就在进门的第一户屋子上，哈哈哈哈。竟然就在做炸弹的大叔他家屋顶上，这个真的太过分了。竟然就在做炸弹的大叔他家屋顶上，我经过他们家这么多次，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家有风向标？树影厨吗？他们家我真的来过很多次哎。好吧，现在我们可以前往天空城。地面我都还没有跑过，我们就要前往天空城。哒哒哒哒哒，哈哈哈哈！
我本来还想说，如果再找不到，我就要去练钓鱼技能了。好像没有办法把天上的鸟打下来。我就这样傻傻的捧这个风向标。不要咬我，不要咬我。啊，搞定。太不科学了吧！热气球飞船欸。那个风向标是干嘛的？我到天上还有机会钓鱼吗？啊哦，我就说这不靠谱吧。完了。When I was a lad, I met a girl who said she had fallen from the sky.Mary. I always called her the Princess of the Sky. She said she had lost her memory. Whenever she looked at that island in the sky, I could see a longing in her eyes. Did she really come from the sky? 望远镜。这个神奇海螺，这个老贝贝，他在讲说他以前遇到过一个女孩，好像就是从天上来的。到处都是望远镜。诶，这玩意我有点眼熟哦。这个玩意就是我们在那个谁谁谁他家屋子里面就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还记得吗？我们来蹦一下。这个应该也是要啊摇，这个也要炸一下。哎，等等，这个炸不开吗？好吧，这推不开，这是干嘛？好奇怪的一个仪器。这里有一个宝箱。这个宝箱，看来从这边跳过来应该可以拿到。哎，就三把剑。等等，这玩意在干嘛？那玩意看来是岛上的自动防御机制。
所以他看到我这个陌生人就给我狠狠的来了一下。没想到这个岛竟然还配备了自动防御机制，而且居然是这么凶残的机制。没找到，估计也炸不坏。这个岛上怎么都没有人呢？哇塞，简直乌鸦嘴！哇塞，他的血好长啊！哎，他的血好长啊！又升级了，进来看看。奇怪，这就是一个入口吗？然后呢？看来这是一个出口，不是一个入口。那我们只好往这边走。这里有个钥匙孔，这个钥匙孔是开这个的。哇哦！哎，旁边有一个这个。橘色，虽然说我不知道这个橘色的这个拿到底有什么用。哇塞，这什么鬼？这边可以炸开吗？可以。这怪真不是普通的强。我怎么觉得后面跟了一群蜜蜂？哎，这是刚刚的路。那我还是得走这边。哎呀，站起来了，这个可以炸开吧？我猜，炸。哎呀，不行，猜错。然后我的炸弹就用完了。看来钥匙在旁边那个宝箱里。先补充一下。
竟然有一个人类。啊，居然不止一个，这居然还是一个小村落。这个村落的人大概每天的兴趣就是偷窥别人。整个岛上都是望远镜。这些居民的娱乐是什么，就很明显了吧。旁边那个怎么去啊？先跟他们说说话。又是一个商店，再买个炸弹吧。钱太多了。你不能这样浪费钱，好不容易赚了一点钱，不能这样乱花。我研究一下。换鞋子。跳啊，哎呦，嘎。咦，骗子，什么都没有。哈？竟然不是钥匙。这边的居民也太淡定了吧，我都炸成这样了。他说你是从这个底下的岛屿来的吗？你应该要找一下这个勒德维希，他是我们，他在研究室里面。好，我要找这个勒德维希，他在研究室。这个是研究室吧？哎呦，不小心按到炸弹。这就是路德维希。So I live to see the day. A daring youngster with a flying machine. I am Arcadian Grandmaster Luke. Welcome to Sky Island. We are all descendants of Arcadians. Tryloth, the dark energy of creation, lifted this mass of land.And separated us from the surface 1,000 years ago. You are seeking the emblem of sun. That reminds me of the old days. We had a tradition. Every year, a young maiden was chosen to represent Sol, goddess of light. She was given the emblem of sun, and she would give joy to our people.20 years ago, we faced a horrible tragedy. A scholar studying the Arcadian Code went mad. He said he had listened to a ghost in the machine that had promised to bring Sky Island back to the ground. All he needed was the emblem of sun. In our despair, we believed the promises.The emblem of sun was lost ever since.
With your airship broken, there's no way to go back to the ground now. But don't worry, you'll get used to living here after a while.简单来说嘞，就是，哎，奇怪，那个东西不是挂在他脖子上吗？没有。刚刚的故事就是这样子的。他们这些人呢，是在当年那场浩劫当中，他们就逃到天空上来，就是黑暗的浩劫，他们就逃到天空上来。然后他们在这个天空上，他们有一个传统的祭典，就是他们会把这个太阳的这个象征，是那个项链，他们会挂在一个女孩子身上，然后这个由这个女孩子来，反正就是这个祭典啊，对，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不知道是怎么着，那一年那个女孩子就跳下去了，然后之后那个太阳的象征也不见了。然后他最后告诉我们说：“哎呀，你机器坏掉，反正你也走不了了，你就留在这吧。”这样。那刚刚有一个很古怪的家伙，我猜那家伙是那个女的的初恋情人之类的。但我也怀疑那个女的是他妈妈，这个关系有点复杂，我怀疑那女的是他妈妈。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是要找到那个，我们现在应该是要找到那个奇怪的那个人，就是一看就有故事，一看就有戏的那个人。因为这边有，这边应该有个箱子，但是这个箱子在哪呢？他们也在想要怎么下去。他们也下不去，然后我想拿到这个箱子，可是我拿不到。这不开心，拿不到箱子，不开心。读完了这边的历史书，其实我都没有读。他自己跳出来跟我说话了，他偷偷的告诉我，他偷偷的告诉我，他说我们应该要想办法到那个地洞去。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到那个地洞去。哎，这是一罐蜂蜜吗？我们可以把蜂蜜拿出来吗？他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要想办法找到路下去。然后他提示我们说，去读书。他说这个有一本红色的书，里面告诉我们如何取得前往地下的钥匙，是这样吧？
但我读完啦。刚刚等一下，刚刚有个东西掉下来，又弹上去了，是吧？刚刚是不是有个东西上来又下去了？是我的错觉吗？哎！这个箱子是不是在逗我？这个箱子是不是在逗我？上面还有一个人，我没有跟他讲过话。但我觉得这个宝箱，这宝箱不能这样子逗我玩吧？我们已经把这个岛的秘密已经探索一次，所以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我要怎么拿到那一个。哈哈哈！别问我，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拿到的。就是这样。现在我们要离开，也不是离开。现在我们要前往洞穴。哎，这个就是那个女孩子的。他身上挂的那个项链就是那个太阳的象征。这个我可以直接用跳的跳过去吗？它有没有高低差？哎，好像没办法，好像有高低差。直奔宝箱。哎，这里有一个钥匙。先炸一个。咦，香呢？香呢？哇，不是吧？这里的宝箱都这么有个性的啊。那我先去拿前面那个箱子。在这。打大。炸弹。我发现我买的那个不是买炸弹，是买炸弹容量。原本我最多只能携带10颗炸弹，那现在我可以携带20颗。哦，必须说还蛮有用的。
更多的炸弹，更多的阿姨，更多的弓箭，蛮有用的。老鼠，哇嘞！我居然一个蠢，居然推歪了，有这种事？哎，难道你们不应该打开吗？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他们不应该打开吗？是我被骗了。生气打不到，怪了，这是什么意思？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是这三个钮要按照正确的顺序开。哎，真的？还是那玩意并不是开这个门的，那玩意。有可能是他要按着特定的顺序，又或者是有特定的钮不要按，只按其中的两个，这也是有可能。可是他一点提示都没有给我的话，我不太知道到底他想要干嘛。对啊，你好歹给我一个提示吧。哦，我知道了呀，会不会是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是这样。把这个罐砸了。
换鞋。噔噔，完美的跳跳。怪咖。You're right here. Yes, yes, this is the place. You see the machinery up there, up the stairs? Throw your bomb right there. Your mom's necklace is gone.那混蛋他干走了我妈妈的项链，所以其实我就在想，我妈妈的项链应该就是那个太阳的象征啊，被他干走了。他居然骗我把我的妈妈的项链给拿了，坏爆了！他现在想要一个人偷偷去开，去开飞行器还是干嘛都不知道。这血太长了吧！虽然我们现在应该是在追赶他，但是我们慢慢走，补个血吧。所以搞了半天，这个太阳的象征一直都在他身上。哎，在哪里啊？这个在哪里啊？哇，我不认得路。哇。哈哈，糟糕，我跟丢了，我走不到。哎呀，糟糕，他是在哪里？怪太强了，呼呼！啊，这里。给个炸弹吧。
来这个就是这个地下城能够飞在天空中的秘密。他装了很多的电风扇。这个可能要先用炸弹把它给炸了。哎呦！别！哎呀，他居然还盯着我呢！我擦，这个神经病！这边应该是要把他们推到推不动。哇，这里有少一颗，是少一颗吧？把这个炸了以后会不会现出真身？不会。但我怎么看都觉得少一颗啊，这是什么情况？先去别地方看看。这个可以推下去，又回来了，再把它推下去。什么情况？哦，这一颗是假的。喂，我都把你冰起来了，你还会喷，是不是过分了一点？都冰起来了，你还会喷火？哎，管他的，姐冲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冲了！
还是说我其实可以把那个推开的？这边目前看来不知道怎么拿，先回去研究一下这个钥匙是开什么地方。哎呀，这样我有点担心我的血有点少。哎呀，又被他捅了。一来就看到那个大怪物，先不管他。我怎么就不喷了呢？哦，还是喷。哇哦！这个靶子，这个是什么意思？可以开这个门。情况一，我们用弓射它，没有用。情况二，哎呀，我想说，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它反光？想说，如果有个什么镜子什么的，有个镜子什么的，可以反光，反射它那个镭射光，照到那个旁边那个镜面上。但既然这边目前还没有，那也许应该是我们要先去解那个地图中间的那个有大怪物看守的这个地方。哇，才有活的呀！等等，这玩意的血好长啊！我们看能不能不会追上来？哇操，追上来啦！啊，你有种你就跟过来。来，你有种你就过来。
上来啊，上来啊。他还蛮聪明的。他还蛮聪明的，然而并不蠢。哎，给个血吧，我现在缺的是血。我现在缺的是血，这个梦先把它炸出来。哎，这个是放一个炸弹。什么？需要钥匙？唉，玩没有这么简单。好吧，我真的觉得这个应该是要就是这样。哇，好好痛啊。哎呀，又爬回来了。我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个很棒的一个盾。但是要小心，因为房间里面的安保规格非常的高，就是说里面可能配备了很多各式各样的危险的东西。哎呀，炸死我自己啦！炸得如此不准。
像不是这样。哦，这是毛意思呢？不明就里。不明就里。求钥匙啊、哦、不要剑，要钥匙。那钥匙可能在旁边啊，我给我掉下来。哇，那这边是需要什么？这边是需要什么才会开？哦、哦，原来这玩意是这样用的、啊、长知识啦，但长知识有毛用？啊，那边有一个按钮，我刚没有踩。他现实啊，混蛋！好，我很认真想一下，这个要怎么办？那这个挺赶时间的，我想一下啊。首先我踩完以后，干不掉他，我只能吼吼，他又重生了。不跟你玩。
一只让我血都要掉一半掉。我只是想来这边，我只想射这个东西而已。我的血居然要被打掉一半。啊，钥匙，这个是，这个应该是前面的，啊，反正是前面的一个钥匙，对。求补血啊，好。那这边应该有炸弹吧？有剑，可以啦。哎，这边居然有个锯齿，是干嘛的？哇！哦，旁边有路可以走。好的，现在我们回去开前面那个锁。哎，上面也有一个。哎，上面有钥匙孔，那是开这个的吗？那我先把这个打起来。所以是开这个的吗？太多地方有，哎呦，前面那个是 boss 吗？近战对他完全没有用，完全摸不到他。啊，那这个应该是重要的钥匙吧？哦，不是，这是那个盾。我们之前就讲了，我们拿到一把神剑。那他应该给我们把神盾吧，也就是那把神盾。金光闪闪的。不过说实在的，盾我们好像并没有怎么用到。哎，那奇怪了呀，那我这样子跑了一圈之后，我发现门口那两个宝箱仍然没有钥匙啊。啊，我在想黄金盾是不是可以反射雷射光。我觉得黄金盾可以反射雷射光。哈哈哈哈哈，姐就是这么机灵。就像我所说的，黄金盾可以反射雷射光。那我们这个刚刚那个要反射雷射光才能够打开的门，我们现在就可以去试试看。还不错啊，这个灯，哎呀，这个灯它居然还有防护罩功能。这个灯好，这个灯好，而且可以反射雷射光。嗯，来砸一下这个补个血看看，补魔的。哎呀，我要补血啊，给我补血。好的。
盾它有时效限制，不能一直用。啊，搞定。好了。我以为这是机械寄居蟹，但是从它的反应来看，这好像是机械狗。这个不知道打不打出来。好吧，不行。从它嗷嗷叫的反应来看，它好像是机械狗，不是寄居蟹。找到了，前面有宝箱。哎，它没有反应，不打我。哎呦，不是不打我，它是很机灵。哇，等等，它是一个现实的。哦，我想想看哦。嘿呀，还想偷戳我？我是要利用这个时间到哪里去？到中间那个小岛上，对不对？这边应该是等一下出去的路。哎呀，还不如给我补血呢。这个平台上本身好像有一个宝箱，耶！一个齿轮，哎，但这只是卖钱而已。哎呀，你就一个卖钱的齿轮，你藏的这么隐秘干什么？好吧，那真正的问题来了。这一个怎么拿？这一个怎么拿？这个怎么拿？想一下，我有可能把它。不太可行啊，但是我试试看。
我试试看，从反方向把它往这边，这边推。首先，这个换成鞋子。推不动，搞毛啊！他设计一个这个推不动的给我，到底有什么意思吗？那这是怎么办嘛？对啊，它有一点，它的确是有一点解谜的成分在里面。它的谜都不会太难，它就是它其实它都这个谜不是太难，因为它大部分它有提示怎么过。可是有的就没有提示，像这个就见鬼啦、啊，这个怎么办？对啊，像这种情况就有点尴尬。它有的有提示，有的没有。但这个方块看起来就是要推，哎，也不对啊，因为推东西过来的话，那就是我前面有东西没有碰，比如说我前面那一个很诡异的石像，这个很可疑的这个雕像，也许我应该要动它一下，或者说中间这个风向标，我应该要把它按停，就是各种各种大大小小的，但也可能是要利用火盆去烧什么东西。看一下这边有没有给提示，他说哦，他有给提示。我想一下，要戳我，坏家伙！变成冰块，啊，你被戳的好痛啊，好痛啊，不要再戳我了呀。不过时间差不多了，今天先到这里吧，时间差不多了。明天我再继续这一关。先，这边有没有记录点啊？停一下，
我要把他有说钥匙要怎么开的，哎，但明天再弄好，明天再弄好了。嗯，那我先到这边，我等一下九点半我要啊，我还是把昨天那一款游戏我再把它过了好了，毕竟都剩两关了，我等一下就玩昨天那个游戏，那个邪恶的球。那先这样，待会见，下架，拜拜。